嗨，今天韩式小菜来了，哎呀，啊，红什么？这个什么韩式小菜？重点是哪个？白饭小偷。白饭小偷。对。是谁偷偷偷走？今天还有就是这，他就是都是全家买的。来，快点，小菜。然后今天就是因为哦，今天好凉哦，今天算凉，真的完全不用开冷。对啊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就是，哦，乐华夜是他这个凉拌泰式柠檬，因为他算是店家，然后跟大家讲说，哎，就是我们是十一点去的，所以他整条街完全没有人，就走来看。就是他那边都完全没有人，然后只有他一个店开，然后他其实防护的非常的完全啊，他从以前他的都蛮没有，他那个蚊帐是防止那个青木瓜飞出来，真的。不过如果说他没有蚊帐挡起来的话，他下班的时候他扫那个青木瓜要扫很远，嗯，哦，好好吃哦，太想吃这个了，他是。唯一我在乐华夜市会想买的东西。妈妈，你拿这个。辣辣。真好。就那个，这个你爱。白饭小偷是什么？是蟹，对不对？嗯。好吃吗？这样。真的好吃。那很爱吃，饭又挡不住了，那。哎呦，好，会留给你，会留给你。哇，怎么办？我都上不封。我知道。这是什么？不然为什么还要叫白饭小偷？拿什么？我拿这个。这个这里。我要这个。汤米的，满的。哎，小心啊！夸张哦。爸爸要护肤啊。还是他自己用哎。好，好乖哦。舒服。这个我也觉得，就是便利商店的小菜，我觉得难得这个好吃的。嗯。它其实是生的，生腌。嗯。这个也是白饭小偷。怎么？等一下我们还要为了这碗饭打架？没有。我刚刚还有放，我先去蒸，我刚刚先去蒸。这些我觉得你女儿，因为女儿太恐怖了，无双本身就不够了。吃了啊，就是跑来跑去。真是周末，还有朋友想要跟我们视讯会议。这种疫情这样开始啊，很多人都不用创举。哦，你刚才说什么创举？就很多人，就是第一次视讯到喝醉。嗯，看到朋友太开心了。他已经改变了大家社交模式。嗯。对吧？
这居酒屋的芥末章鱼真的是好吃。嗯，为什么那碗还在他那？他要自己加、啊。你在看我吗？好吃的是不是？好吃，会觉得好吃，会觉得好吃。我刚刚应该是，我刚刚不是去蒸饭，应该是煮饭回来。是。好大棒！他怎么吃？吃饭都是往后吞。哎，这边这边。有哦，而且我觉得像这个啊，就是这个是可以买回来丢冷冻，想吃的时候再吃这样。嗯，加热哇，它全家都还有卖，在冷冻柜那边哦。还想要变固定的？妈妈也要，可以帮我吗？嗯，谢谢。跟你用你的都好大吃哦。妈妈这边，妈妈这边。爸爸想要白饭。我看不看夸张？是哪有夸张？这个名字哦，这不是假的哦。没有，因为我们今天刚刚也好了很多小菜，搭配的刚刚好。他的摇滚呢？真的好可爱。没有白饭，不知道要吃什么。我们吃小菜啊。鱿鱼会太辣，它要配白饭。这个我也想配白饭。麻辣蛤蜊，我也想配白饭。好啊，我再去煮一，我再去煮饭好了。我去煮。你会不会太夸张？这到底多好吃？很好吃，我知道它，我知道它跳。你看它舞可以跳多久？你知道？不要跳，不要跳，吃饭，我去煮饭。好。